啊，现在我就来到 Stupid 的 Quiz Island， 看这名字就知道这又是个答题作品，于是我进去瞧瞧吧。当然我不会玩全程，我只会玩后面的关卡。于是来看看这个 Mountain Me Quiz， 又是俄语呀。没错，下个时期我又要来答俄语问题了。来个是 Slash 的谈话，欢迎来到俄语知识问答，我要考你一些问题。一题，茶怎么制作？如何制作的茶？用冰，用茶叶，用喝了。尝试一人一发，肯定选 B 吧，用知识一样的。对了，懂了之后去试试。第二题，因为高所以呢？看着句子肯定要选 A， 因为高所以灰。好，所以继续。第三题，为什么帅哥是模型？因为帅哥是纸片人，不对，纸片人只是二 D 玩意儿。因为帅哥活在三次元，那他就是活人了，而不是模型了。因为帅哥不是自己的伴，这种可能性很多。其实 Slash 和经常提到的帅哥是妹妹嘛，因此选 D， 太棒了，所以啪，你要吃面啊，还要喝骨汤，然后你就突然表示你要换口味，你要吃米饭。第四题，在哪能吃的蛋炒饭？哪里能吃的蛋炒饭？北京故宫瑞士大使馆。啊，这个什么你啊？选哪个呢？上次喝骨汤在北京故宫里，这次还行吗？不行呐、啊，在瑞士大使馆里行吗？不行呐、啊，在这个什么里呢？对了，懂了，再问你一道题，我就去吃。考虑一下想象力，不管是不是静静的想象。第五题，这个讲了些什么？无头骑士异闻录讲了个啥？讲了人类的头怎么消失？无头吧，肯定是讲异了，那就对了，这样就这样对了。对，你看了你想的跟我一样。我饿了，对了，你吃蛋炒饭去，你也去别墅瞧瞧吧。那么告辞，然后我就可以离开这里了。这里是个英语走廊，这些全都是一些意义不明的英文，而且还有一些错误，你能读懂他们吗？伊布是个啥呀？伊布是个口，是个宝可梦呗。先别急着前进，等我吃完蛋炒饭并喝根茶后回来解锁再前进。谢谢你教会我泡茶，另外打饮食气氛真不错。于是我前去不了了，要等多久呢？这些玩意可以点吗？当然可以，点要出去就是这些英语句子。这个是测试26个字母的，这个是告诉你如何强制邀请某人的，这个讲了伊布是一个奇怪的生物，有八种进化方向。而这个呢我就不提了，自己看吧。好了，我回来了，你可以前进了。然后我就可以前进了，碰这个传染点，这玩意可以解释字体。目前这里口罩要过火红的字体，烟雨也同样用了这个字体。又进来跟史莱斯克谈话，又继续答题。我要考虑一道额头题，为什么泡泡糖要把人打成肉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嘎天下大嘎人，在峨眉山的悬崖处挣扎着。哇吃嘎嘎，这是高级文明之死，肯定选 D 吧？这样不对，而且在这里打的题损失代价更多了。我要吃嘎嘎吗？对了，太棒了，我要夜太阳。一起得看到巴基拉斯要怎样？看到巴基拉斯要怎样？我要去是喝了来格斗。是喝了吗？我要去吗？还是来格斗？班吉拉斯的属性怕格斗系，意思肯定选 C。 Great， 考虑一样异常处理法。第八题，嘎啦嘎啦啦怎么办？哎呀，我怎么去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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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怎么办？去肉头三次跑一趟就好了，烫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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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烫，继续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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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二十八个嘎啦，你 B 选哪个呢？烫一下就好了吗？因为嘎啦嘎啦嘎啦后面总会跟一个烫子。答对了，所以你也烫烫吧，我才不需要烫呢。然后就想不出什么问题来考我了吗？你要看书啊，那你去看吧，我会离开这里。感觉我再答出一人就挂了。来这里，我包在你这衣服上就能补充满 HP， 太好了。原来这高处感觉会有大事情。
史莱哲来这里了，他看了书肯定能问更多奇怪的问题吧。我看了一会书，有了一些新点子，所以我打算考虑这个，先提醒你一点，第一批和一区批要多，不然没得重大机会，所以喊我了。第九题谁最帅，在你眼中肯定是妹妹最帅了，所以选一。又有乐谁三，我要来真的了，所以人来了。第十题，为什么绿宝石能七二一，为什么绿宝石能七二一，其实有一个 hack， 口袋妖怪绿宝石拥有721只宝可梦，又喝了红宝石和蓝宝石夜不了太阳，绿宝石搞过后山的，所以有了他们。选 C 吧，你答完了十题，所以灰。然而在这里你还得摔了热了，然后那么继续吧。第十一题，嘎嘎能用来干啥，用来吃呗，这是肉，用来熟肉食用，用来上那嘎啦，这肉肯定要弄熟了才能吃，所以选 B， 好吃，所以我要来一份嘎嘎年。接下来考虑一道非常难找答案的题，问题提的东西你可能听都没听过，准备好了吗？我要提问了，是吗？我没听过吗？第十二题，密室逃脱是什么？我听过还玩过呢。三个蹦蹦针头额头巨兽，不对，一毛小家伙破译科学密码，也不对，六名到了尽管努力还是 EAP， 也不对，我的 HP 快掉完了，那肯定选 D 了，因为前三个都是错的。花儿承诺的其中破译迅猛，这个也不对，那什么是选错呀？这四个选项都不对的，我该选啥呢？答案肯定不在这上面，在一个奇怪的地方，怎么在这个地方呀？太机智了，这都想到，所以可饿了，我要去肉头去闲逛了。收下我的额头星星吧，这样你就能去秘密地点了。那么告辞。所以本路线还没完，其实这里放出了结局音乐。所以天国 staff， 我会去秘密地点啦。真的可以去了，这里多出来一个通道。也好像集齐了七颗星去逛过一下秘密地点吧，哦耶，然后就可以上去了。不过我想去上面买点东西，我的分存的够多了。买点啥呢？哪里多了，根本就买不动，这两个都买不动，只能离开这里。哇，过来音乐都突然变得好激情，混合答题。然后就来做水晶塔，你来了，在这里将回答多种类型的题。你的 ADP 和 HP 足够多吗？少的会比较惨。准备好了吗？我要先考你语文，那么开始。第一题，哎呀，这个怎么拼读啊？怎么又来问我这个呀？我不想拼读这个呀。不过这个答案不是全是一样的，而是有不同的选项，所以我选 A 吧。还是那对了。好，答得不错，下一期走起。第二题，为什么会出现12345678910这种难写的数字？因为头没了。不对，哇，这里打错题的话能回数是那么多 HP。为了防止轻易篡改，提示你逼格喝醉了想出来的这一字。答案是 B， 这是阴阳中常用的字，因为普通那种12345的写法太容易修改了。懂了，继续继续。第三题，找出没有病句的一项。这个是考语文的，找病句的话是哪个呢？选哪个呢？其实你平常写句子也不会特别在意这个语法，因此我真的难找出来。不过第一晚是看出来问题的，任何一切这个词语用重复了，而 B 也是有问题的。白的、红的、黄的，就不该与后面同五颜六色组在一起。这 A C 了，我选哪个？我选 A， 不对，那就选 C 了。太棒了，再考你一道题就休息一下。哪个简体是最多个繁体字？一简多繁台吧，因为台有好几个呢。你太厉害了，那么现在去休息一下吧。这考你数学，你还要去干点东西啊。这里会告诉我一个秘密密码，密码是把这些算出来就知道了。第一个是3，第二个是8，第三个是2吗？我不算，第四个是5。
接着深处学。准备好了，那么我就去答数学题吧。现在不能答错啊，答错就会死了。富二不多说，直接问你吧。第五题 ，LN0 的结果是多少？这根本算不出来吧，这个，所以是不存在的。回答正确。第六题太长了，自己看题吧。第一个新算符框，算法是 U 框。前面三个答案都是二的乘方数，最后一个不是，所以肯定选 D。竟然还对了，这都能猜出来。最后是看规律题，好熟悉的规律呀，我好像还用过这个公式。所以这道题我不会答错。第一个公式80，第二个公式252。能是什么值呢？程序感的时间吗？是字节最大值吗？完事。64位的话，你肯定选 C 了。我就这样答完了四道数学题，那就过去别的瞧瞧了。就是我出来了，我这里过去。大这个皇帝建筑 Slask 在这里等我吗？敲夸了，谁都夸不去了，所以在休息完就能过了。我先去这里瞧瞧吧。这个就是那个神秘密码吧 ？B 密码。前面我38，第三位数我不知道是几，我就乱投了。第四个是5。哇，我乱投的家还对了。还是那碰触点。接着答更多的题。欢迎来到黄金街，你的 DP 和 HP 够多吗？不多了，我的 HP 快完了，肯定答错一道题就会死。不够多的话可别答错哦。现在我将考你一些坑人问题，通常出现在各种紧闭的地方，比如密室逃脱。那么好，回到这四道问题吧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五要怎样才能算到4？能算个屁。十也好像可以。是的，10月10日才是重点啊！他能拼成一个潮字，所以选 A。1月20日丢三落四，2月4日表里不一，3月30日为六，是属于密码是。1月20日就是第二个字3，2月4日就是第四个字1，3月30日就是第三个字6。316。所以选 D 了，最后一个是可以直接猜了。香蕉是黄，苹果是红，葡萄是紫，椰子是白，全 Mute 的颜色。Mute 内部是绿的，因此选 B。强调好笑了，我答完题就笑好了吗？这太神奇了，还真的笑好了，别说可以继续前进了。来，这个建筑，你这个衣服上不卖 HP， 然后不卖这个传染点。要我回答这俄语题了，又是 Slask 提问吧。为什么吉他是夸？因为峨眉山不对。哇，在这里答错直接死啊！现在不能答错题了吗？一答就死，一毛小家伙。对了，奥特皮炫梦，所以我弹的吉他很好听。你给我弹一首曲子看看，看见成龙要怎么样？上去摸摸，说喝了，说成龙，说喝了，说成龙。所以你想是成龙啊？如果制作牛肉面，我答错了，所以死了。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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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烫，一碗出来，16码，选一把。啊！提到牛肉面就想吃一碗了。What the fuck 是什么生物？龙、妖、鬼、邪是什么呢？是妖吗？王天巨人阁。猿和猿有区别，一个好血，一个蓝血，一个有七花，一个有三花。一个是圆，一个是圆。根据俄语风格，肯定选 C， 因为俄语是专门看字形的。说答哟，说让人。
这个等级呢，35有照打东西算的，36有雷电算的，这个结果是35随便选 A， 其他选就不用看了。还在考我，还要考什么呢？水鹅为什么？啊！地板怎么突然碎了？我要摔死了！为什么突然就碎了呢？我靠！下来还竟然跑那么大线了！现在是烂死鬼也不能继续考我了。说来着跑那么大线吗？你要来见见你是不是优秀离火？天火中的贴吧里表示什么？表示封禁十天。离火在贴吧里表示什么？八友。Happy 你是什么离火？二年离火。为什么有人不会说 SMBX 关卡？很简单，不想做呗。那老人是不明离火，不是呢？有那人是二年离火，且牙齿痛。你下面举的哪个选是优秀离火？ Happy 你是又二年离火。C 吧 ，C 列举的全是优秀的我。帕兰大学最喜欢是啥时候？是第一个堆子，然后这个堆子没法直接打出来。然后地面又垮了，来到了海底。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我是被破掉下来的呀，地面突然就垮了。就直接考我英语题了，考语法题，可是这个我不太会做呀。啊，拿人设题吧，另一座城市，是啊，题是叫我们什么人们，是一个问题，所以 A 可以排除了。How many people 或者是 how many 吧，这是我数量，这就是考 SMBX 了。如果幸运不够进去会有什么提示？有你的推一起马上用有你的事选 B 吧。还是蒙舍的28的你的设计在这里， Yes 就是 No， No 就是 Yes， 所以选 A。 所有最大的头，好熟悉的题啊。我觉得 All Round 的头更大，所以选 E 吧。赫拉点难道不对吗？HV 掉完了，那又成是个 angry。 所以这题跟那的一样，要选妹妹版吧。对了，然后就打杀掉问答的上所有问题了，然后就可以立刻正经回到路上了。那就让我回到路上吧，就再来到城市里或者说城镇里，就这样完了。为什么这个作品是我做的而不是烂作的？惊喜不惊喜，意外不意外？那其实熟悉我的作品的人看这个字体风格就知道这个作品是我的。那么来看这个 staff 吧，字体一共有四种，就这四种。为什么要提 Pokemon Crest 呢？因为月葵切换是那个。又是 Stupid Quiz Island 就这样打完了。虽然这个路线只玩了后面两关，前面两关就没必要录了。现在就来欣赏 SMBX 的 Staff 吧。
因为我通过了 Stupid Quiz Island 的睡意指数录像。